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每一次有华人在国际间获得了什么什么的话，我都觉得非常开心跟兴奋，觉得与有荣焉。那大概也就是最近的事情，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年轻人，19岁，在伦敦读书，但是来自香港。他的名字叫叶敬伟，英文叫 Eric Yip。他的诗词写的一首诗叫 Fricatives， 中文大概翻译成擦音。我们等一下稍微说一下这是什么鬼哈。那这首诗在英国国家的那个诗词冠军诗词大赛中得到了冠军，所以这是一个 national 的 award。那既然是让一个香港的孩子得到了，所以我觉得很了不起，整个香港翻了。然后呢，网络上就出现了好像这样一个这《明报》的一个讨论，就是讨论他的这个译本，这才是真正战场对他们来说，该怎么把他这一首诗翻译到一个恰到好处，就是反而是这个香港人现在很关心的介意的一件事情。那但是我们没有要去研究翻译，所以我们就直接来欣赏这一首获得了这个英国国家高度的一个比赛的一个奖，而且是第一名的这一首诗。所以这首诗 Fricative 这样子。那 Eric 本身我有放在我影片的那个标头里面，所以你如果想看他长什么样子也不容易不难找到，就是那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诗的 title 叫做 Fricative， 刚刚说了叫擦音。什么叫擦音到底是？所以这边下来看一下哈。所以擦音就是英文里面的这一些音。你知道像 F 怎么念就 F， 对不对？那这个看起来很奇怪的这个音标怎么念？就是咬着舌头的那个，像谢谢的 thank 有没有？ Right？ 那像 S 就是 S， 那这个则是那这个是 V。 其实啊，我这边是网络上抓起来，你比较会搞混的其实是有像这个跟这个容易搞混， F 跟 V 的那个 V 有没有？像我们知道 OF 应该念成 of 而不是 off 有没有？ right？ 那还有像是这两个的确会搞混，所以其实这三个都可能搞混在一起，像这个 F 就是 F， 那这个则是 F， 所以自由叫做 free，三一二三的三叫做 three 啊，这个就有的人可能会发的不太清楚，所以我们从小在学英文的时候，这个东西就给我们很大的 headache 头痛。那你如果把这些音发的漂亮，好像就是很厉害，对不对？那这个擦音的概念其实就是我不是很想去解释它，反正总之就是你的牙齿跟你的嘴巴就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然后阻挡气流流出来。然后你就借由那个阻挡的方式来把这个音发出来，所以你不会这样子，可是你会把嘴巴撅成，然后就发出呼的音，所以这就是擦音。后面的都有同样的概念，像 Z 这边好了，所以你就会把嘴巴撅成一个 Z 的样子，然后发这个 Z 的音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就不介绍一个个擦音了，因为我有放一个连接在底下，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就是有那个就母语人士教你怎么把擦音念得很清楚。我们来看他的诗。那我比较有一个冲动想先读一次给你听，因为我即便是我读完了第一次我也觉得哇靠，我还要好好的消化一下，所以我真的不太相信我读完你就完全可以懂了。可是你相信我，就是我有在我的那个补习班里面读过这个诗给同学听了，读完我就问说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你是不是一定能够从里面的某一些字眼你可以大概猜得出他探讨他摸到了什么样的议题。对，所以我现在读一次给你听，你就会能够借由听或者借由一边看，然后你可以大概猜得出来他好像触摸到了点什么，可是你可能又并不是非常的清楚。那一部分这也就是诗的魅力了，说实在你需要再进一步的去解读它。所以这或许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香港人就是到处每个人有不同的翻译版本，然后可能说你的比较好他的比较差或什么的。好了，来，这不扯了，我们来先读一次这个诗。好 ，Here we go. To speak English properly, Mrs. Lee said, you must lear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ree and free. Three men escaped from Alcatraz in a rubber raft and drowned on their way to Angel Island. Hear the difference? Try this. You fought your way into existence. Better. Look at this picture. Fresh yellow grains beaten till their seeds spill.That's threshing. That's submission. You must learn to submit before you can learn. You must be given a voice before you can speak.
Nobody wants to listen to a spectacled boy with a Hong Kong accent. You'll have to leave this city, these dark furrows stuffed full with ancestral bones. Know that death is thorough. You will speak of bruised bodies skinnier than yours. Force the pen past batons and blood, call it fresh material for writing. Now they are paying attention. You're lucky enough to care about how the tongue moves, the seven types of fricatives, the articulatory function of teeth sense survival. You will receive a good education abroad and make your parents proud. You will take a stranger's cock in your mouth in the piss-slick stall of that dingy Chinese, Cantonese restaurant you love and taste where you came from, what you were made of all along. Put some work into it, he growls. Come on, give me some bite. Your mother visits one October, tells you how everyone speaks differently here, more proper. You smile, nod, bring her to your favorite restaurant, order dim sum in English. They're releasing the students arrested 5 years ago. Just a tad more soy sauce, please, thank you. The television replays yesterday on repeat. The teapots are refilled. Your spoon served rice into your mouth. This perfect rice. Steamed. Perfect. White. 结束。All right. 所以我读完给学生听的时候，当我问他们，诶，你有感受到一些什么样的那种字词的那种冲击感吗之类的，其实很多人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这边 You will take a stranger's cock in your mouth. 所以我念给我一个好朋友听，他也是，诶，等等，你刚刚说什么？好，所以的确 这一句特别，那的确有人去把它放大它啊，这诗里竟然有口交，诶，然后可以得这种国家奖，哇，这有什么了不起？说真的，很多时候诗词或什么这些就是要去触碰一些比较敏感的地方。所以这里讲的就是你可以理解到，我们如果假设他用他的身份来写，因为他的确有说他是一个戴了眼镜的 Hong Kong boy, right? 就没有人想听一个戴着眼镜的然后有操着香港口音的男孩讲话。 Nobody wants to listen to a spectacled boy. 所以这里的 spectacle 就是这个戴着眼镜的然后有着香港口音，所以我们知道他是用自己的身份去写的，然后他也同样的在这个放一根屌进嘴里的这句话里面，我们知道他传达出了同性恋 OK? 然后以及这个地方的一种感觉。所以这边我有点跳齁，因为我们既然从这一句开始，我们就从这一句来往上往下去多讲一些地方。这两句排比，特别是就是在我刚那个明报的报道里面有特别提到的，他故意把这两句连接的这么紧，你就一定要能够在这个画面上有冲击感。所以你会 You'll receive a good education abroad and make your parents proud。所以你啊要海外读书，然后让你的父母感到很骄傲。那所以这边是 you will 的句子，下一句还是 you will 下去，等于算是有点就 repetition。所以你会好去国外好好读书，然后让你父母感到骄傲。然后呢下一句你会把一个陌生人的屌放你嘴里，在这一个 piss slick stall of that dingy Cantonese restaurant。在哪里帮人家吸屌啊，帮人家口交啊，在这个 bathroom stall, 就是那个厕所的隔间侧间，那你知道里面可能就尿尿在尿在地上，所以那个还都是尿尿的光亮的那种地板，好，所以 piss slick, 这个 slick 就是 glossy 之类的概念。我下面好像有，哎，对不起，这边好像没有太多的那个英文，打了一些笔记，哎，我明明昨天我记得有打，可是现在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档案跑掉了，好，没关系 anyway, 所以在这样的这个侧间里面，而且是一个很邋遢的香港餐厅，好 ,dingy Cantonese restaurant, 这是你爱的。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帮人家口交，然后你就要能够去尝到你是哪里来的 ,taste where you came from, what you were made of all along, 所以你是什么东西做成的。这里真的是啊，这一句我觉得好有两个意思，你知道吗？你在帮人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对不起，我们怎么一开始就只讲这块，然后讲的那么深？可是我真的觉得这很有它有趣的意境。你在厕所帮人家做这件事情，那你嘴巴里是不是藏着的那个味道？那你尝到的味道就是你是哪里来的？
什么叫做你是哪里来的 ？Taste where you came from。你想想看，人从哪里来？人是从男生女生交配来，所以你在帮人家口交的时候，你有尝到男生的部分 ，right？ 好，所以这个是情色的这一方面。可是他是在一个香港餐厅里面的这个邋遢厕所，邋遢的香港餐厅里面帮人家做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就同样你有尝到你根本就是你还是一个华人，你是一个香港来的人，你在替人家在这样的地方口交的时候，你尝到了你是哪里来的，因为环境给你这样的感觉。好，以及然后再来 What you were made of all along， 以及你是什么做的。那 again， 我们人是男生女生交配来的，所以你嘴巴尝到的东西就是那个东西做成了现在的你啊，这是性别上的遗憾。而且 那另外一个 What you were made of all along， 所以你一直以来都是什么做成的，什么做成的，你就是个华人。所以你即便在一个伦敦的香港餐厅帮人家口交，你还是别忘了你就是个华人。那你在口交的对象或许就是个白人，因为我们在这篇里面也重复的看到，甚至它结尾的这个字就是 white， right？ 那你看最后这一句啊，我们先不要看最后这一句好，我这样我真的有点跳。这总之最后是 white， 对不对？所以下面我们如果从刚刚那边再接下去，所以你是什么做的？然后他说 put some work into it， he growls。所以这个口交的对象还对着他吼，那什么叫 put some work into it？ 给我好好的做这件事啊，好好的吹，对不对？然后 come on， give me some bite。赶快啦，咬一下也没关系 ，OK， 好，就多点牙齿也无所谓。所以他跟他的这个关系，你就可以知道他是很低很低的，他是被人家当成发泄对象。所以这个又回到了他贯穿的主轴：白人、华人 ，OK， 好。然后你在厕所里帮人家做这件事情，人家也可以对你讲这样子的话。所以这个阶级、移民、种族都包含在这几句话里面了。我们从头来多走一些东西，所以从头开始，为了好好讲英文 ，to speak English properly， 所以这个李太太，不要讲李太太，可能是老师啦，因为老师如果结了婚就叫 Mrs 嘛，所以说到李太太也没错了，或者李老师啦，就说了，你一定要学这两个字的分别 ，three 跟 free， 三跟 free， 就我们刚刚讲 fricative， right？那下面讲了一个例句，所以三个男人从 Alcatraz 是那个美国的恶魔岛监狱，所以三个男人从恶魔岛监狱逃出来，然后就溺水了，在前往这个天使岛的路上就溺水了，三个男人。可是如果你没念清楚的话，是不是变成 free man？ free man 就是自由的男人，那自由的男人淹死了，三个男人淹死了，有没有听清楚？或许没听清楚。 Here's the difference， 或许没有。换下一句吧 ，Try this. You fought your way into existence. 你努力的让自己存在，好，你一路挣扎着，直到你感受自己存在为止。So you fought your way into existence. Better. 为什么 better？ 或许发音发好一点。这里的 fought 有可能被理解什么 ？Thought. 所以你用思考的方式思考到你终于搞清楚你是什么样的存在。You fought your way into existence.所以要是你 fricative 不好，说不定这边也会有 confusion， 但是也就有一语双关的感觉，有趣。那再看一下下面这一个画面 ，Look at this picture。所以新鲜的 yellow 的 grain 就谷物，一直打谷的概念知道吗？直到他们的 seeds spill， 你知道那个稻田呐、啊，就那个稻麦啊，然后你把它收割之后，这边打打打打打，然后它就一颗颗掉下来，那就米啦，对不对？所以这是个过程，所以 fresh yellow grains beaten until their seeds spill， that's called threshing。 所以 threshing 就是刚刚讲的打鼓，但这也就是一种投降了，你就是屈服一个什么状态了，你就被人家打打打打到你屈服为止。那你看这边 yellow 就正好呼应到我们的肤色啊，你看多好多漂亮。所以 that's submission。 所以你一定要先学着怎么去屈服，你才能够学习到东西。 You must learn to submit before you can learn。 所以这就是香港人的悲哀，或许是香港人就一直学着在英国人的脚底下做事，然后现在回到中国怀抱，还当然不是很开心，因为现在反而是更糟糕的统治，但总之他们还是会觉得，就是即便他们觉得他们离英国比较近啊，怀念以前女皇统治的时代，可是无论如何你还是会被白人看成是
二等公民甚至三等公民的，这个是无法抗拒的一个无法 deny 的一个事实。好 ，anyway， you must be given a voice before you can speak。你一定要被人家允许讲话，你才可以讲话。在你能讲话前，你要被给予一个声音才行。而且没有人想听一个刚说的一个戴眼镜的香港仔讲话呀， yeah， 所以你得离开这个地方，你才有办法可能发出一点声音。你如果只是个戴眼镜的香港仔，没有人想听你讲话。You must leave this city. You will have to leave this city. 离开香港，这些很黑暗的 furrow， 这 furrow 就是哦，我们在犁田的时候啊，犁田概念知道哈？那个犁田不就是一道一道，然后就是有那个凹陷下去的一条一条凹陷，那个沟有没有？那就叫 furrow。所以也可以延伸到像例如说那个河水冲刷，然后把一颗石头中间弄出一个沟，那个也还是可以叫 furrow。好，所以你要离开这个城市，这些黑的 furrow 里面塞满了我们祖先的骨头，所以你得离开这个东西。那你也知道死亡是一个非常 thorough 的东西。这句我坦白说我没有很懂为什么插这句在这里怎么会扯到死亡，但无所谓。然后你也会学到，你会 you speak of bruised bodies skinnier than yours， 所以你会开始聊聊什么东西呢？聊这些受伤的身体，这些身体比你还要瘦，仿佛就在讲中国吧，可能 OK， 或者在讲香港人本身 OK。 那你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各种不同的在过去这几年，哦，他们可能警察政报啊什么这些，下面也有这些内容。所以 you will speak of bruised bodies， 而这个 bruise 就黑青嘛，所以这些黑青的身体比你还要瘦小。然后马上就来了，然后你还要逼着用你的笔写什么东西呢？ Force the pen， 写超越了后面这两件事情，超越了第一个就 baton 就是警察警棍，啊，所以这个香港政报的 reference 就来了，以及写。所以你要逼着你用你的笔写一些超越了这些事情的东西，然后你也可以把他们称为这是啊，这是我很不错的写作的好题目，新鲜的题目。 You can call it fresh material for writing。 直到这个时候你才能得到人家的 attention。 你讲这些，你离开了香港，放弃了祖宗，然后开始讲香港这些东西， Now they are paying attention. You finally have a voice. 悲不悲哀？蛮悲哀的。然后接下来说， You're lucky enough to care about how the tongue moves. 你还是幸运的，你有办法离开香港，你有办法去伦敦读书，你足够幸运来去介意这件事。什么事情？介意舌头怎么动这种屁事 ，OK， 这种屁事，人家在街上死，被人家砸，被人家用警棍打，但你是 lucky 的 ，You are lucky enough to care about how the tongue moves， 也就是七种不同的 fricative 怎么去发音发出来啊，事实上九种，但无所谓，以及这就是什么叫 fricatives，the articulatory function of teeth， 就是嘴巴拿来讲话用的这个功能，而没有提到存活这件事。因为其实牙齿，我刚刚讲嘴巴，牙齿是你的 survival tool， 因为它要帮你咀嚼东西吃下去嘛。但这边在讲就是你学到的这些 fricative 就是怎么去让牙齿帮你讲话，而不是让你存活， OK， 别人的牙齿是来存活，你是来学讲话的。然后下一句说了，所以你刚说的，你运气不错可以学这些 fricative， 然后能够出国，能够干嘛，能够把牙齿用超过了 survival 的功能，然后你会得到一个好教育，刚说的在海外，然后让你的父母 proud， 然后你会去吸人家的屌，刚这边，所以讲到这里，你出国 receive good education， 就事实上你也不过只是在一个有着你家乡风味的餐厅里面帮一个白人吸屌而已。哇，哦，你看这个多么沉重的情绪在里面 ，OK。好，然后在这个时候，好，就在这个邋邋遢遢的香港餐厅里，这是你爱的香港餐厅，在那边你会老老实实的尝到你他妈到底是哪里来的。只是你看 ，taste where you came from， 我们刚解释过它的后面这个深的几层的不止一层的含义，以及你他妈到底是什么做的 ，what you were made of all along， 借由去吸一个白人的屌，你学到这些东西。然后他也对你说：“哎，欸，put some work into it. Come on, give me some bite.” 好，然后这画面到这里，感觉是下一个画面出现了。
你妈妈有一次十月来了 ，Your mother visits one October， 告诉你 ，How everyone speaks differently here, more proper。妈妈跟你说，啊，这边的人讲话讲的都不同哎，讲的好像更 proper 一点。那当然嘛，伦敦人嘛，对不对？讲漂亮的英文嘛，然后你就微笑，你就点头 ，You smile, you nod, you make your parents proud。啊，谁知道你这一切事实上就只是背弃祖先而已啊，就只是一个香港孩子。跑到国外去帮人家洗屌而已啊，对不对？好 ，so you smile, you nod, you bring her to your favorite restaurant. 你带她去你刚刚的那一家最爱的餐厅，你帮人家洗屌的餐厅，你带你妈妈去吃饭，然后你就 order dim sum in English， 用英文点点心来吃。dim sum 就是香港的点心。下一句，把你的思绪又带回来，刚刚讲的那个，好、哦，香港政报。他们现在正在释放着五年前逮捕的学生。They are releasing the students arrested 5 years ago。而你在干嘛？你在跟你的 waiter 说啊，再多给我一点酱油，拜托。Just a tad more soy sauce, please. Thank you。所以电视上播放着刚这个五年前逮捕的学生被放出来。The television replays yesterday on repeat。所以电视重复的放了这东西。而你看。他这边这几句就是两个画面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所以电视的，然后现在回到你的桌上，你的茶壶又被填满了 ，the teapots are refilled， 而你下一步，你 spoon served rice into your mouth， 你呢，就下一步把米饭用汤匙挖起来放进嘴里，这个完美的米饭，蒸就是 steam 这个词就是蒸包子的蒸，蒸的米饭，完美的。白色的米饭，白色就象征了很多东西的，我也不想跟你解释，你大概懂了。好，所以就这首诗赢得了英国国家大奖。其实读完以后会觉得有点苦，我必须说，因为很多的部分我都还算是有那么一点共鸣，因为我自己有移民的经验，那也是这样一路走过来。那我相信香港人很多。一定也会觉得看这种事有感受，说我们台湾人可能还好，因为我们的殖民是日本，而日本跟我们虽然也是有高低的状态，可是我无论如何就觉得你还是黄种人，你跟我都是黄种人，我也没有觉得日本人比较怎样。可是活在一个英文主导的世界里，活在一个我必须创造教英文的频道来证明我自己存在的一个世界里，读到这种诗，然后知道他可以得奖，知道我们把自己的种族的这个东西的这种情绪写在诗里面给外国人看，然后被人家鼓鼓掌给你第一名，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感受这件事情。我虽然觉得他让我就是他得奖让我觉得很 proud， 可是同一时间我又有点觉得这好像是我们在给人家看我们很难看的这些伤疤，然后人家说哇，你这些伤疤真了不起啊，你真是个你的民族真是有了很多痛苦，然后因为这个的关系，所以我们给你一个奖吗？不知道，但总之很多复杂情绪在里面，我大概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今天赏析到这里，大概也够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这一集。那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多看一下香港方面的报道，非常多。那我们台湾因为在这边可能跟香港比较没有接轨在一起，所以我是很巧看到这件事情，好，新闻正好轮播轮到。蛮幸运的，否则的话我可能就会漏这一则新闻了。OK， 讲到这里够了，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